今天是201912月31号，在20年以前，这是五月天发行第一张专辑的一个年份。时间过去，其实我必须说，我来到一个我从来都没有想象过的未来里。这是2019，而且过不了多久就到了2020。在这20年里面，我慢慢慢慢地了解了一件事情，我知道了关又不是五月天，玛莎也不是五月天，怪兽石头也不是五月天，而我阿信更不是五月天。因为五月天是怪兽石头玛莎冠佑阿信还有现场还有全世界所有的你们，欢迎你们加入五月天，永远不会单曲，欢迎你们。今晚过去的20年风雨陪我们来到这里的你，或者今天是你第一天认识五月天，我都希望能够邀请你们在未来的20年、30年、40年、50年可能吧，都能和我们一起继续大声的唱。闭上你的眼睛，张开你的嘴巴，打开你的心，和我一起。那那那那Thank you.